个星期天一起来动手做昂菇粿。味道呢，就是实实在在，就是很传统的昂菇粿的味道。接着一起回到过去，找回童年回忆。不管它是肥肉还是瘦肉都好，送进嘴里的时候，它就是软滑的就够了。最后再吃一口来自天上的雪糕做 ending。这个星期天傍晚6:30，和我们一起好家伙。